今年国小组的最后第二所参赛学校，来自新北市的陈州国小。陈州国小呢也是非常强的队哦，它是卢凯族的小朋友们居多。今年呢，我们陈州国小将要演出三五中的婚礼，到底怎么样呢？先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学校的影片介绍。新北市陈州国小位于五股区，虽然学校原住民籍小朋友人数不多，但对于鼓励传承原住民族文化非常的用心哦。他们去年入围了2011一起舞动全国总决赛，对于今年夺冠可是信心满满，让我们欢迎这群可爱小朋友的演出哦。陈州国小原住民舞蹈团，在我们卢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小朋友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陈州国小棒不棒？棒。卢老师的话不。好，我们看到学校已经介绍完了以后，那现在呢，我们马上就来看一看。我们这一次呢，陈州国小带来三股中的婚礼，讲的是卢凯有什么样的故事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陈州国小。
Yeah.